又心疼又为你高兴，太了不起了，真的。不好意思，呦呦呦呦，芳芳老师来了。因为这个我们今天是在户外，我想他穿成这样在上面又紧张又使劲儿。哎呀，所以他身上的衣服，太周到了，给他擦擦汗。他身上的衣服你们看不见，全汗湿了，然后还要和大家交流，这个时候又全身是汗，毛细孔都开着的。如果不给他披一件这个披肩的话，我怕待会儿表演完了他会生病。太周到了，谢谢谢谢芳芳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擦擦汗。哎呦，哎呀，像妈妈对儿子一样，你看，心疼你了。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好，谢谢芳芳老师，想的太周到了，谢谢，很周到。